好多人嚟，哇！咩咩都係多嘅，罪又多，
浸淫得多，係咪啊？有浸淫，一係我哋不再要我哋嘅人幫唔少，在我哋嘅生活中，有時候有啲小學嘅朋友、嗰啲同學得罪咗我哋，我哋報應，但係冇辦法。我哋嘅主耶穌係愛每個人。如果我哋成為一個好嘅基督徒嘅時候，我哋會愛，會學識去愛別人，因為天主先愛了我哋。因為我哋經驗咗天主耶穌基督嘅愛，所以我哋學識去點分施天主嘅愛，同埋要學去愛我哋嘅仇敵，係最艱難嘅事。細想。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，十分的痛苦，在臨死之前去向天父請求，去請求我們，去請求，去講父啊，寬恕他們吧，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作的是什麼。如果我們的同學仔不再有我們，我們是否又能夠好似我哋主耶穌講寬恕他們，因為他們不知道他們做的事。中國有一句俗話講：殺父之仇不共戴天。但是成為一個基督徒，連殺父之仇都不能報，因為每一次的殺我們都會念天主的。一段天主經有一段講到，求你寬恕我們的罪過，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。基督徒不能抱著想報仇的態度。我聽過一個人跟我說，他說神父多愛多受傷，少愛少受傷，不愛不受傷。你說這一句話啱不啱呢？我要你求神話一個，是不對的。我們要愛人如己，愛人好像愛自己一樣，所以我們好像我們主耶穌一樣愛惜我們。如果有一天耶穌站在你的面前問你，我相信他會問你一些東西。你問你，你是否領洗命？或者你問你，你是否一天都望弥撒？或者他要問你是否有良好的生活，或者為某一件事而受災。但是我相信，如果有一天天主見到我，天主會問我這件事，問我你記得我弥撒，我何時弥撒，我何時祈禱，我何時做了善事。但是我相信耶穌會問我，你為最少的弟兄有需要的事，你是否幫助？我是跟你說，領洗、望彌撒、守齋、賣皮果不重要，這些對基督徒來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但是很多時候我們都忽略了，我們自私自利，只愛自己，看到別人的需要，只看到自己的需要。我們不會愛別人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自我中心太大，我們的自我太大，我們不想到別人的需要，只要人來滿足我自己的需要。因為天主是愛，我們需要用祈禱的刻苦，你有天主的恩寵，你幫助我們愛主愛人。